好的呀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实力，这真正的实力在这儿呢。这会儿萌萌你也来了，嗯，刚才我说他势必身怀绝技，他没有那么期待啊。我说怎么样？这时候看得出来了吧？是，可是我觉得潘长江老师批的有点狠。他如果当特邀员，我还蛮喜欢的，聊聊天，打打岔，也是会聊个天什么的，一天挺开心的。窦玉老师，你作为模仿达人，你觉得他模仿的怎么样？这很不错的，他能在台上表现出这么多，我跟大家讲，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您，他在台底下如果没有评委的话，发挥的完全可以更好。我看好他，我看好他，我带走他。你带走他？你带哪儿去？你看您，他能够展示出这么多来，我跟你说，他背后真的，我觉得下的做的功课，哎，肯定是很多很多的。是，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挺棒的哈，咱们可以以貌取人，对对，佩服这种内秀型。对啊，那潘长江老师也是有才艺的嘛，论长相那就哈。